而在导师对战中，但曾尼玛的一曲月牙泉空灵清澈，高音部分又浑然天成，不失优美，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完全融入到歌曲中，展现令人惊叹的音乐才能。发挥得很好啊，平时有时候会紧张啊，可能还是有亲情，想到了自己的家庭，可能会有一种力量在支持自己。你这首歌曲唱出了跟原唱不一样的一个感受，优美，唱得优美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你今天做到了。